你在哪里的？你在哪里上班了？我在外地呀、啊。问也不跟我讲，不行。人家说了在外地。外地是哪里啊？你那你管那么多干啥呀？人家不得挣钱养孩子啊？人家不得生活呀？别着急、啊。妈妈，你拿这么多啊？嗯。你舍得哦。我们吃的不让吃啊。你说，要吃些力气的嘛？给晨晨他外公吃的，给晨晨外公吃的。好的，这写的了啊。你哪个买什么？找你给他吃。走吧。好的好的。晨晨，晨晨，晨晨，我能叫你的。他是不想走，他谁都不想沾见，知道吗？他想在这见。坐着见，就到你奶奶这里一会儿，好像在前面见。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这不好吃。啊，不许喝，这个不能喝，不能喝工人饮料，小孩子。为啥？喝奶。老喝不能喝。喝奶不能喝那个，那个岁数喝不了。那个小孩子喝的不好，为啥？菲菲，没有啊。往后转，我帮我拿两箱奶，带给他外公。两箱奶啊？嗯，还有那边还有个小孩吧。啊？啊，你不用带着，好。嗯。拿两箱奶啊？嗯。那我就拿了啊。嗯。好。快点问一下。喝工人饮料不许喝，啊啊啊！喝奶也不能喝工人饮料，知不知道？嗯。他妈多少钱？半夜我发财了，两孩子没发财，我发财了。我送去给老妈喝喝。啥料？啥料？啥对了？肉。是嘛？搞误会呀！都买一整两罐的。妈没。妈给他我买的，什么他买的？他也没给钱。可惜他给不起了。这话说的，舍不得给就给了。他走吧，走吧。走了，走了啊！出来了。走了，老妈，拜拜。祝您生意兴隆。你拿卡干啥呀？要取钱啊。取钱干嘛？取点钱给他爸。给谁爸呀、啊？给晨晨，给晨晨他外公啊。晨晨外公啊，带孩子了嘛，每次来不知道买什么东西，给点钱吧，取个一千块钱，多也没有，没有没有多少钱。啊、哦，也应该的嘛。请提取现金，请收好你的卡片。好啦，钱取好了呀，走。走。1000块钱。一千大洋。哎，我让他不要下来的呢，我让他俩不要下来的呢。这俩孩子。现在就要上啊！忍一下，马上到了。憋不住，在车上一直。那咋办？有没有找个公？我就带他下来了。去玩一下那个学校那里。离那里近不近啊？啊。去玩一下那个宿舍那里，赶紧走。远。远啊。这地儿。哦，你去那边公园吧。刚才陈真妈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回去给她。
哎，喂，你给我打电话干嘛的呀？我看你给没给从陈哥送回去的。陈哥还没呢，在车上呢。让你早点送回去的，要不然送去迟的话再打给我。马上就到了。马上到了吗？嗯，就在市吗？啊，你跟他好好讲，然后回到爷爷家的时候不要哭。那你还给不给带了？那这次不哄的话，然后你下次要带你就带呗。哭就不让带吗？你哭的话，你看我爸一个人这么带，他一哭就哭那么长时间。那你回来带吗？我应该过一段时间。把孩子带着，咱俩就让陈不陈把孩子带好。你看我也不在，你也不在。那我肯定想带嘛，我肯定要等我这边，然后弄完了以后回去带呀。哦，行呀。啊，然后你跟他好好说话，他作业写完没？写了，写完了。写完了呀。嗯，那个，你在哪里的？你在哪里上班了？在外地呀。问也不跟我讲，人家说了在外地。外地是哪里啊？你那你管那么多干啥呀？人家不得挣钱养孩子啊，人家不得生活呀。嗯，也是，也对。那你跟他好好讲哈，让他回去不要哭。行行。你就跟他讲了，你让他不哭的话，然后你还可以回去带。可以，我回去然后我陪陪他吧，陪他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再走。对啊，要是他哭的话，我爸打电话给我，我也烦的话，我也急的话的啊，他也带不了。行啊，我也能理解。嗯，行，那你好好开车吧，不跟你多说了。停下来了，没开车这回。看你打电话，敢开车吗？问问你干嘛的。没有，没有别的事吗？没有了。哦，行，好，拜拜。什么怎么办？晨晨，送回去以后待一会儿，待，那不送回来，他怎么上学啊？走吧，接着走。嗯，走吧。现在已经到这里了，小乖乖，小乖乖，耶！你薯片，薯片拿来。哎呀，油条、麻花，现在自己拿。拿你外公有没有在家走？我看看，叔叔有没有在家呀？你去哪？你爸爸呢？在庄里。在哪里？庄里。在庄里呀、啊？没在家呀？没在。那给你买的奶，你喝不喝？喝。不喝啊？那这个你喝不喝了？这个地不好了，那放在这儿给晨晨喝了，你不喝了啊？小样，看，给你们带的有，看，这是阿姨给你带的这个麻团，你是不是？这个好吃，是不是？不吃，你啥都不吃，晨晨说的。那放在这儿吧，等你想吃的时候再吃吧。哎呀妈呀，喷了一鼻子灰，这也不吃，那也不吃，尴尬，大写的尴尬。晨晨，过来，
那过来，爸陪你玩玩这粥。你看他一到这就看，看一看。看动画片呢，没事。过来，我今天也跟他讲好了。他妈交代了，他妈打电话交代了，说必须要哄好他，知道吗？不许不能，必须不能。我们在这儿他都不会哭，我们一走他就哭。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哭。他妈刚才打电话里面也没听到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让我们把他给哄好，安抚好。没事。